我可以回去去那个 MTV Crib， 然后我说台湾 star。心想事成。他在黑色的地方再拿刀片割掉，拿撕掉。哇！所以这个喷了三天，三天两夜。有些比较好，有些比较普通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 pop 自己做的。对，这是以前我在觉得说哇，值得收藏。啊，这边依然是泡的。这是我就所有的灯窗帘，结果我还可以 party 模式，随便我换一个颜色，有做到吗？有，就我也可以再把它开起来。那你看一下我们台湾 baller 的那个show 的模式，而且冷气，我回家前就可以开冷气开暖气，我可以夏天的时候先开冷气，冬天先开暖气，半小时先开，回到家就凉了，不用到家里很热再按那种感觉。地板是我去香港赛马场看到，叫卡拉拉白，就我这整个家的地板哦，没有一个我断掉。这是碳纤维的小马桶。